死我了，明明有了新皮肤就天天在我面前嘚瑟，不行不行，我也要去抽一个。星辉礼盒太贵了，我们就来逐梦礼盒。那今天就抽这个芒哥吧，还挺好看的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抽。首先开五次，哥们儿，不起外套身上穿，偷听小伙是不一般。哥们儿啊，男人不穿广泛旗，二十斤归三十里啊。哥们儿，小伙只剩两张了，我们接着开。大臭屁啊，哥们儿啊，男人不穿 LV， 不穿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迷你币来开吧。哎。伤心了，男人世界只穿巴黎，我们的世界永远不一个拉黎啊，哥们儿，直接五次，哥们儿，哥们儿。终于获得了兑换券，我们去使用一下，我们就兑换它吧，炫耀一下，进图了，进图了，嘿，妮妮，你看我，快看我，你有吗？这个皮肤谁没有啊？这你怎么也有的呀？嗯，我不光有这个，我还有这个皮肤呢，我还有花蝴蝶呢。哼，我怎么觉得本来我是炫耀的，结果反倒被妮妮炫耀的一番，我不服。